样是被传怀孕，秦海璐却没有停工的打算。虽然好姐妹李小冉早就说漏了嘴，媒体也拍到了秦海璐出入妇产医院做检查的照片，但人家还是照常工作，口风更是严谨的一丝不漏。恭喜双喜临门，大孩子也会生孩子了，是吧？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正面回答是等不来了，不过只要稍微一留心，运想还真是一抓一大把。比如这件宽松的外套，开香槟碰杯时的滴酒未沾，就连导演王小帅都已经旁敲侧击的暗示了，大伙儿还不明白吗？一句话，坐等喜讯吧。你看人家海波现在从背后都看出来了，恭喜。